你装的什么行当呢？你不要问我，我从贵我都清晨，我经常我到饭场上办事，这个你就不要问我了。好，今儿个朱代香的主意，什么人都想不出来。聪明啊，头上一戴就戴那个麻布帽子，两个棉花球子的这个，在左右还逛打逛打，身上穿了一件薄布毛皮样的大褂子，超神气哟！底下就穿了一双草鞋，手上在这个抓了一根扩散棒。袖子大呢，袖长呢，他把这一根扩散棒呢，收了一大半在自己的这个袖笼子里头。哪块是扩散棒啊？贴草啊！上头把纸条贴满了。他请二哥创办的什么子？孝子。家里头也不晓得父亲死了，也不晓得母亲死了。他出了报丧，你说报丧的孝子走到城门口门边口难阻挡吧？他精神也不能阻挡啊。你是个朱大爷吗？摇壶煮头的煮的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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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眼睛的威势不是厉害的吗？吴家良说的，他到位当那张大号草纸，就从帽子边里头一塞，这个意思讲呢，小子的眼睛怕的黑住，怕阳光，所以弄张大号的草纸呢，他这样子挡住，挡住就是挡住阳光的微光。门兵他已经不阻挡他了，他还要拿门兵来砸砸刷呢。莫少数了一下，再一捞一扫，两个门兵，跟少年人把他谈头，最好不过跟老头谈了完完，跑到老头的面前，双膝朝下一跪，嘴里头喊了一声，哭腔都出来了，太天亮去的，说天亮去的。老头再把他呦呦呦呦呦，钱预备来朝他，朱大爷手一捏，朝起这样叮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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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就进城，进了城他就装碗，装了碗他就追遍四路万人，有人指定这个接头，他就到了饭场了。老头看见他走来，哎。天亮去的，天亮去的，可怜啊，人等在世上啊，都有最后这一遭啊。兄弟啊，老大哥，你回头要带我带主席呢，带主席啥？啊，爸，他不来包，我就不去钓。他既然来报，我都要跑来去钓，要钓上呢，我还要买点纸壳。来个，不晓得，不晓得啊？你不问问他们，你不问问他们，究竟姓什么，字叫什么的？等一下都是你的老朋友死的嘞，他个儿子来报丧了，我就不懂啊，你回头有纸壳啊，你还把他地方送了，嘎擦球囊的，我就陪他跪下来回家，说天亮去的，我汗毛都竖了，他跑到了，我就没看见，不谈了，回头再打听啊。总归都是家里人呐、都是屋里挤呀。我回头打听一下子，究竟他长相干还是历史干，我就把个纸壳就送了去。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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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朱大爷进山了。其实朱大爷不是小子的，今儿个是装模作样的，他到了饭场上，草纸不要了，草纸撂到了，他把这根靠山棒呢，就在肩头上头一扛，就拧成这草棒。就是呢，当饭场上到了五脏二卡，包括四川之后，大家准备到了五脏三卡呢，哎，他要动手呢，他随后就手上的这根铁草啊。你往住是靠山棒啊，实在是铁草啊，把人打得头破血穿啊。旁边还有些王帮他，家里人倒无所谓。你家这些看饭场的是闲人，把他拉个把骂，说这个小伙没出息啊，啊，伤人死了。出了报上的看饭场啊，你还是看饭场要紧啊，你还是家里头在这一口啊上市要紧的。他们在说骂，哼，住在一群里头一会儿你骂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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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越骂得凶，回头我手上的这根铁叉我就在你头上我就敲得凶，我就对不起你了。这是朱贵进城了，我不是就打过招呼了吗？我想各位老听众啊，我说我是到这个三十六行啊，我要把一门一门的分，总归三十一名头领，大家都是要进城，除得了同为同盟，把守西门。但是嘛，说到这个三十六行呢，我说老扬州人噻，祖籍就扬州啊。我在五十年前二十万岁的时候，我说年年在教场数唱说说，不是春节就是秋后。但是我一想玩到三十六行呢，这个里头的行当多了，有丁行。有衰行，什么叫个丁行呢？丁行呢也是要交钱的，比讨饭花子好来的，肩头上被扫码子，扫码子里头呢塞的是小箭头的，全是些呢刀枪剑戟小箭头，他走到那个店门口呢，哎，就这么一声，这一声他喊过了，你就要把钱，你不把钱差，不把钱他就完了，完什么东西呢？盯行啊，他就来盯东西了。嗯，你不要看盯行这行有道理，软硬刚都是全的，他要如果听到软的，不怕就是那个剃头店里头当道的那块布，他把它下下来，他把那块布把它一拽，拽到地上，把它拽成了，他能够把这块布钉在鼻子上头，他就拿夹子了，左手插住腰眼，这块布呢，他把它拿到地上的呢，就钉在自己的鼻梁上头。过街头把自己的这个右手大拇指头就朝起数，这个非拿起夹子了不可啊，这个嘛是软的，不扎心说是把这块布了弄了掉下来，一想到了硬功呢，不怕说是大门栓，他把这根大门栓竖起来就钉在自己的鼻梁上头，他一样拿起夹子来，不但是拿起夹子来，这个老王大门转朝这个鼻子上头这么一来啊，这个鼻子就囊了，鼻子一囊呢，他就藏了，藏起来就是一种囊鼻子神，藏什么东西呢？
一转来明月来早妆下，能别猜他顶住呢，再加个顶行。到了水行是什么样子呢？干要有本事了，一头大碗，头大碗里头一碗水，一个王子，这个王子是西马山的王子，但是呢，王子的上头呢有十二个西马人，将将把这个王子呢，王子，就在他头脑子上头有一根针，这根针大概要有这么长，从这边一穿穿到那边，这根针就穿在皮肉的里头。他把上头的这个绳子呢，就把它挂在这根针上，他就拎出这个底下的网子，网子里头是一碗水，一大碗水满满的，走到那个门口家是，哎，你就要把钱，你不把钱的话，他就摔了。怎么摔法子呢？他摔就把个碗朝下一放。不是大碗，但底下他把网子收一收，就凭头上的这根针，就挂住底下的这个网子，就挂住这个一大碗水，随时就上那个店门口一站，站好了就把个摇烟这一插，这个节奏就摔了。摔的时候，摔了游戏来，这个大碗呢都要跟他的人头平头，不小心把大碗里的泼一点点的水出来，泼一滴水出来就算不了个摔行。但是那个八千八的快呢，少把几千无所谓，越把的慢越坏，越把他们要的钱是越多。所以在过去呢，我想玩到现在的话呢，这是五十年前的话了，我二十万岁当在教场说实话，我想玩到现在的话，玩丁行啊，玩水行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把它交代一下子就不玩了。再看呢，城外头又来了一位，来的什么人呢？岳云龙、公孙胜。公孙胜是头戴两部道冠，身穿两部道服，底下是绫袜粗绿，手上抓住鱼骨剑柄。这个鱼骨剑柄，这个里头考究了，鱼骨无所谓啊。皮皮敲起来，嘣嘣嘣，但是这个剑柄，这个里头就需资格了。有的剑柄呢，它是两块两块，它这样敲，它这样敲。有的呢，它插条这么长，一插二寸长，资格越老它就越长了。最多的在这一看呢，能够有二尺四寸长，所以叫鱼骨剑柄。岳云龙、公孙胜走住，就敲住鱼骨剑柄，嘣嘣嘣嘣，小鱼骨。相叮咚，今日里来到你们贵城恩重，拜一拜诸位先生，他御兵碰在家靠的堂前买双
父母传外代的名儿越狱清风有几首黄子大桥就放走刚唐老师有黄腔走耳边王刘伟海汉坤王红门兵才冤冤冤冤冤冤老弟到此来到此来唱大情的啊哎他讲才呢他就是打招呼的等等哦怪不到怪不到怪不到咦他这样子是个内行了啊内行内行我把他喊下来弄手把唱到完完喊下来唱这个街头就唱来个二十四下一段街头底下就是百姓鼓黑一段就是替王母娘娘作寿一段总百姓富盘他唱过之后我晓得他是个内行啊其实管理是梁山的大代王公孙胜也请来参了唱外头又来了一位了